你们家文娟放学了吗？孩子早放学了，您还没接到孩子吗？啊，早放学了，他去哪了？我来的路上都没看到他呀。别着急，会不会他自个儿先回家了？那我先回家看看。哎，文娟妈妈，您要是在家看到孩子，也通知我一声。好。漆黑男女用心创作快乐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六，喜欢我们就关注七点半，每天与你不见不散。